我们漂移村追求速度传承，那是刻不到骨子里面的。你们村的这个地理环境啊，是非常符合标准的。二选一，你们留七成吧。那另外一个呢？赛车这个玩意儿啊，用钱堆出来的。你是环球集团，聪明。这就是大家的标杆，一年前做的正确的选择。 才能成就今天的自己。你知不知道五零二比三零他多俩零？不拼他知道你自个儿的幸福值。不信命也不信天命。是死是活，鸟朝天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当当当当当？